太喜欢看戏。哦，您喜欢看戏。哎，哦，再说您时常的看戏呀、啊？啊，过去常看。哦，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。怎么您没有时间？也不是，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。怎么？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？没有了。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？啊，我爱看的戏没发展。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？那些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？就是蹭戏。蹭戏哦，白天啊？啊，对了，就看白戏。好嘛，就这种戏呀、啊？啊，那是不能发展。是啊，什么戏都发展，这唯独这种戏的一点发展没有。现在您听戏呀、啊，您就得买票。是啊，我过去不讲买票啊，到哪剧场一点头，行，听了就进去了。啊，过去嘛，您就讲嘛，白看戏。哎，我这白看戏干的有历史性。啊，从这么高，小孩时候白看戏。是啊。哎，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？是啊，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查票啊，查了，这几位？三位，几张？三，走。是吧？两位，那小孩补票，没票进不去。是啊，哎，我进去行，不但不拦我，还得给我闪道。那是你有势力啊！我有什么势力啊，小孩？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，还给你闪道？哎，我有秘诀。哦，您白看戏吗？还有秘诀？哎，啊，听听您这秘诀。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，嗯，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。哎，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？这都是道具。哦，看白戏吗？还有道具。哎，特别。看哪家戏好，肯定看这儿的戏。嗯，这戏好，开戏了，中咒上了，拿这一毛钱，拿大碗到前门铺干什么？煮一毛钱素片汤。哦，素面。哎，端这碗面汤往里走。少回阵啊，留神烫着啊！把门的一看，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，叫的面汤。嗯，让小伙计给送来。嗯，啊，快走，回来，啊，好嘞，来，进去。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，把面汤一喝，加大碗，停戏了。哎呀，你还真有办法、啊。哎，就我这秘诀，告诉你不传人呢。哦，你还保守？不是保守，传多了就不灵了。怎么会不灵了？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、嗯、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进不去了。那是进不去了。好嘛，为看白戏嘛，您就、啊、用这么大的心。不是，主要我是喜欢。哦，最喜欢唱戏。您是爱好。对了，那您可以学啊。学了，后来就学了。哦，您学了，现在会唱。哦，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？我啊，啊，梅剧团。哦，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。啊，梅剧团。哦，梅剧团。梅什么？什么？我在梅剧团。梅剧团嘛，就是梅剧团，不就是梅兰芳剧团？不，我没有剧团。哦，您没有剧团呢？哎，再说您这个演员呢，不怎么样。什么？本身要唱得好，能够没人用吗？什么没人用啊？我不是指那吃饭，我玩票。哦，您是业余演员。对了，哎，您唱得怎么样啊？我不敢吹，嗯，我也不说我唱得好，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，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，怎么样？那可真不容易啊。就在舞台上啊？不，在电台广播。对。电台广播呀。哎，没听过道台。是啊，那有道台你也听不见呢。是啊，我这么唱你有把握啊？那不行啊，除了名场您不敢露啊。上台啊？啊，上台啊。彩排啊？粉墨登场啊？可以啊。行吗？可以啊。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？最近没露啊。怎么？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啊。那你要万出请啊。人家都有团了，请不出来了，就是我没剧团。哦，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？好角都陪我唱过呀。哦，是有名的演员们都陪你唱过。哎，京戏演员熟是吗？知道几位，人名都知道。嗯，我跟你提，陪我唱戏。您说说。解放前一年，长安大戏院。是啊，
有傅英，知道这演员吗？谭傅英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唱老生的呀、啊，你啥吃的啊？陪着我唱啊，给我做配角。是，有盛荣，邱盛荣。哎，对对对，有春燕，张春燕。哎，张燕怎么样？好啊。啊，有盛春，杨盛春。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？杨盛春啊，杨盛春啊，有马不禄马先生。哦，肖长华肖老先生。呵，侯喜瑞侯老先生。这些名演员陪我唱好吗？这都是角儿啊。那天戏也好。什么戏？失控斩。戏也好啊。懂这戏吗？懂啊。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？这个戏啊。嗯。那您叫诸葛亮啊。错了，一说就外行。怎么？那我哪能唱？有傅英我不能唱啊。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，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。虽然我比他唱得好，那观众他不干呢。这成个问题了。是吗？那么您来马谡。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，我来马谡。他来我能跟他抢吗？让他来。那您来司马懿啊。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。王平不是我，张春燕张先生。赵云杨盛春的，他唱武生的呀，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。啊，二老君。也不，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。这里头没角了，这戏没我唱不了啊。您去谁呀、啊、我就打旗儿。哦，你跑龙套去了啊。龙套怎么了？这您不是票友妈啊。是啊。那您得来角儿啊。人家不让来啊。这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、啊、怎么着没你啊？我后来赶上的嘛。啊，原来那戏是好啊，我想我去听戏吧。老师，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，冲他们一点头。哎，评委，那位把我拦住了。哎，票。没有没有买啊。没有。哦，钱也没有啊。没有。哦，没钱买票。走吧。好，回去别送。混出来了。没关系，前台不让进去，我跟后台。你后台认识谁呀、啊、后台好对付，进门你就点头。行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。啊，愣往里坐。哎，到后台我这么一看，坏了。怎么？就是生人。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？嗯，有人都带红条，有的写的演员，有写音乐，嗯，有写剧务，有写管理。哦、我家里有条没带呢。您那条写的什么呀？司仪。司仪啊，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。是啊，这后台没有结婚的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过了一个人问我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说找人。找谁啊？我说找看戏的。前面。又轰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你看不了戏了吧？我刚出来啊，碰见人了。碰见谁了？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。啊，这人好啊，他最爱聊天。是啊。哦，侯爷刚来呢。哎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我说我这找您聊天。你怎么走啊？我说我那什么，出去溜溜。看您没来，我回头再来。来吧，别溜了，咱们聊会儿吧。我说您头走。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，我说把包袱给我，我给背上。哎，你管这事干什么呀？你懂什么的？有那个就进去了，冒充跟包。嗯，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，嗯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我说，好嘛，连话都不敢说了。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。嗯，给我一条，我一看上面有俩字，演员杂役。杂役呀、啊，你甭管什么，我看戏就得了嘛。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？跟他们瞎忙活吧。嗯，他们这办戏，我也跟着忙活。戏上了，扒台帘，我这么就听。哦，是有意思。那么你怎么会打曲去了？嗨，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？嗯，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，上吐下泻，这怎么办呢？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，走了。这短一人，你瞧，龙套剩三了。嗯，管事得着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跟侯先直对付。侯老先生，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。送走了，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，再仨，一边站一个，当间站一个。那我出去站哪儿啊？也没有那么站的呀。要不然带俩，有那规矩吗？要不然甭带了啊，光杆司马懿啊。
要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，这多难看呢。要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，那也得找一个。头几位一回头把我瞧上了，嗯，哎，你给来一个怎么样？不是我不行，我说我不合适，我来不了。怎么？你来一个吧，这短衣人救场如救火呀！我不成，我来不了，没什么词儿。嗨，龙套有什么词儿？就一个字，嚯！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？我说那好，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。嗯，感觉那四龙套待遇还不同，他分头二分四啊。哎，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，他赚的钱多。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？那个时候啊，一万二，万二，嗯，二期八千，三期六千五，四期五千八，五千八。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，那是头旗呀，四期四。您要挣这五千八呀？我不在乎赚钱呐、啊，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。你这个胡来呀、啊？你说你是唱戏的呀、啊？那我也能听啊。怎么了？你想城楼那场，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。城楼就在这份啊，你听得多清楚啊、哎、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、啊、废话，台上有卖票的吗？我说那好，来一个吧。我穿上袍子，戴上帽子，拿着旗子，嗯，哎呀，我这是紧张得很呐、啊、怎么了？我说侯老先生，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，我不行啊。人家侯先生直勾脱，嗯，哎，三旗儿那个多辛苦啊，带着点我们这位啊，这位可棒槌啊，棒槌，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。不对了，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。好，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，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。好嘛，是吧？没关系，你就跟着我走吧。嗯，我说嘛，那就好办了。人家说你不会呀、啊，谁不会啊？那么你既然是会，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？可你要让我教戏行。让我给人说戏，哪点我全会，场面我都会。你别让我上台，我一上台我就晕场啊，也不是老晕，我一下台就好。你这不要命啊？你那有什么法子呢？说来这点戏我都懂啊。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哦，司马懿头里有过场，是后台一喊，应该是这样啊。怎么样？哦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头旗二旗一块出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当中一点，头旗站左边，二旗站右边，对呀、啊，三旗四旗也是这样，扛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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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中一点，哎，三旗站左边，四旗站右边，是啊，司马昭，嗯，扛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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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这一点，枪戳去，哎，这是司马师。这是司马昭，对，司马懿上，嗯，扛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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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扛，一亮相，嘴有碰头彩，那是角吗？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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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，唱一句，嗯，征途路长。这一夜起，哒哒哒哒哒哒一哒一扛啷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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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。张虎叫儿子家一听，大队人骂你们往个地听。嗯，四龙朝向，司马师、司马昭向，哎，司马懿，扛起来，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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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嘞，扛嘞，起嘞，扛。就要放头治国苦民，扛起起起起起，这不就圆满了吗？对，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。怎么给弄乱了？嗨，头旗二旗上来挺好，嗯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人家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哎，我跟你三旗一块来的呀，嗯。扛起来，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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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还瞧着人家？这是我怕走的不齐呀、啊。到这一点，哎，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，我往这边来。是啊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啊，三旗就照顾我。嗯，怕我站在当中，嗯，他瞪我一下。哼，对呀、啊，他跑左边来了。嗯，我误会了。你回去，嗯，叫我，好跟着你。你也跟这边来了？来，那边一个，这边仨，这多寒碜！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他跟我倒麻烦。嗯，
你怎么站这儿来了？我说废话，你要不瞪我就来了。你站那边才对呢啊！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。嗯，我正想呢，那边有一个啊。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，也合仨了，那这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？那也不行啊，也是错了。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，他上来他笑场，他乐了，乐，他这样，扛起来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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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。他这一乐坏了，台底下有不乐的吗？那更得乐了，那观众也不对呀、啊。怎么了？你花钱买票，你听的是角儿啊。我们这龙套站错了，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。那你也不应该错呀。有几位直喊呢？喊什么？好啊，那打旗儿就错了。那打旗儿怎么站的？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。这骨牌点还挺熟。在这个时候，司马懿上来了。啊，扛起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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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起来，扛！一亮相，啊，应该有个碰头好啊。是啊，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啊，砰！胡徐瑞吓一跳，怎么？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，给他当舞台吗？他一想，怎么了？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？这没张嘴就错了，没唱呢。自个儿想，行头拿错了。嗯，穿的是什么？白蟒没错啊，没戴盔头。有啊，戴着呢。胡子也有啊。嗯，怎么会错了？这怎么意思啊？台上不能说话呀。啊，他冲我努嘴挤眼，意思就让我过去。那你就过去吧，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。胡琴一想，该他唱了。啊，他禁锢跟我着急了，把词儿忘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那就下台吧。一拉马鞭下去了。啊，那气就全砸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这么愣着。哎，人家有办法啊，人现编词儿，现编。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，嗯，还要把戏唱圆满了，嗯，自个儿有辙哦。冲我这样，这是叫板呐！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。胡琴想着唱什么？什么词儿？老夫马场奴蹄发。嗯，就这一句呀、啊。台下立刻不喊了，嗯，大伙说别嚷了，别嚷了，侯喜瑞改词了，拼词儿，老夫马上怒气发，这快板编的好啊，快板什么词儿？叼一身三群金根牙，每日出兵一边俩，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？木嘴鸡眼你全不怕，换的老伯父，我把你拉过来吧你。